当晚晚大家好，三 boss 来开杠。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这一台人脸辨识一体机。大家上班打卡等等之类都已经改成是指纹辨识，已经比较少以前都拿卡再去打卡了，或者说你现在都是拿着你们公司的公司卡来做一个打卡感测。在这边呢，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设备啦。第一个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，一间公司的管理上面当然也要上班下班通通有打卡，再也没有人可以代刷代打卡，才能确保你今天是不是真的有来上班。它最多哈记录员工的资料可以到3000笔，其实非常适用中小企业这一种公司来做使用。但每个月在我们考勤上面也可以直接把资料通通抓出来。另外，你不用再多建置一台电脑或一台 server 来做管理，因为通通它都已经存到在里面，我们就把资料每个月定期把它拉出来就好了。那这样子再丢给会计，这个月所有的上班时数等等全部都可以看到啦，非常的easy，非常的简单。在我们的管理上面呢，还可以设立访客的功能，会先跟他索取资料，他今天要来的时间，透过由他来做一个打卡的部分。今天来，如果他是要来开会的话，来做一个点名系统，透过由他来做一个登记。而且体温什么全部都帮你设定好了，如果超过体温，它一样会哔哔。我们在所有的门禁呢，也可以透过由它来做一次性的管理。你只需要找到给它有电源线，你现场有 WiFi 网络来做一个连线，算是一个非常巧用的一台机器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此为止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喜欢我们的介绍，欢迎在下面给我们按个赞，也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来多给我们加油打打气。感谢您，谢谢。